小明啊，阿拉十年前头辣上海搬厂的辰光啊，俺外婆一串佛珠没看到。侬搿趟回上海之后，到老房子去寻寻看，搿串佛珠辣海伐？弄了死啊！我是曹小明，这里是我家。小明啊，我是阿勇哎。帮侬打扫打扫，哎，还是蛮想㑚的。小刘真勿去讲伊了，哎，前两天吃了官司，我还要动气，真不是把伊塞了个忘记，哪去了哪来去？我人家打起来了，该哪能办啊？哎，现在搿辰光啥印象都听人家讲，我还寻了一个老有钞票的老太婆，现在开始开保姆了。到咱们几个兄弟当中，我是好啊。不过肯定没弄个外国人混了，好不好？我不管他们有的人。
10块钱处理，10块钱损卖。真正的清仓，真正的损货，不用问价，也不用。拍什么呀你？你是住在这儿的吗？其实我小时候也是住在这里的嘛，可是八岁的时候政府来我家把房子给拆掉了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住在哪里？Thank you.